要让女孩子开心笑，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讲冷笑话。轻松有趣的冷笑话可以让女孩子忍俊不禁，不过要避免讲一些粗俗、冒犯或不适当的笑话，以免引起尴尬或不悦情绪。应对幽默风趣。当女孩子开玩笑时，你可以回应一些幽默风趣的话语，让气氛更加轻松。做些有趣的事情，可以带女孩子去玩一些有趣的游戏或参加一些有趣的活动，让她们感到快乐和放松，给予关注和认可。女孩子有时候需要被聆听和认可，当你能够理解和体谅她们的感受，并给予关注和支持时，她们也会感到开心和快乐。总之，要让女孩子开心笑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她们的兴趣和喜好，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方法。